那个现在爱着的人，他和你谁爱谁多？那个你曾经爱着的人，现在还爱吗？那个悄悄潜入你世界的人，你们会有可能吗？每个人的爱情正在经历不同时态的难题和挑战，关键的这一刻，请让自己闭上眼，和自己的心对话。不管你的爱在哪个时态，勇敢地跨出这一步，这一刻，让 love 加上 ing， 爱吧。